科技部规划成立的新医生业创新垂直方案执行中心，今年的新竹县竹北市的成立一号院区，是由副总统陈建仪来举行揭牌仪式，现场还展示的相关产业创新的垂直成果。亚洲中心未来整合新医科技的相关资源，目标是要推板，不是亚太新医研发和产业的重要素材。副总统陈建仁同科技部长将分队内的人士为生意方案接棒中心来揭牌，随后是奉送科技部制作的奖片，为参加的来宾小解台湾生意科技特色的亲情。形成从南至北高铁一日圈的创新生技医药网带。实际这项中心的目的是要整合三观福医界资源，让台湾变作亚太生医研发产业界重要素材。整合创新聚落就是要串联从北到南的特色聚落，包括南港新药研发聚落、新竹生医创新医材聚落、中南部特色医材及学名药特色产业聚落，成为台湾的生医蓝带。我们发明出来的新药，还有新诊断试剂，还有这个新的疫苗，因为生医产业不是坐在台湾而已，生医产业所研发出来的产品是要让全世界全人类得到最好的健康上的照顾。科技部表示，生技科技产业按算2020年完成十项新药的研发，同时十项高质医材的制造，和全世界上市，被打造世界空前旗舰品牌，用生技业来行头，带动台湾产业创新时代。看下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